娘亲，你刚刚为什么要？恩儿，娘亲神元已耗尽，只能通过正诺来和你告别了。告别？娘亲，你要去哪儿？娘亲本是神族祭师，能洞察未来之变数，在你出世之前，娘亲便预知今日之劫，我将你一缕善缘抽离出来，养在民间，以度今日之劫。恩儿，如今你神元归位，重回完整之躯，我当众赐你一道，只为瞒天过海。从此，世上没有王子武庚，只有平民阿庚。你将用这个身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，你会经历生活的磨砺，体验刻骨铭心的感情，承受前所未有的磨难，但只有如此，你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好好活下去。